这奶哥是直接往下走了，但空月看起来是有点想法的。水，水到了，直接逼闪。但是胡椒龙影还是接过去，残忍的手杀 first blood JT 拿下，很有感觉啊，都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现在瑟瑟发抖，但奶哥往上路来进攻了。哦，车长被车撞了。哇 ，driver 的血量有点危急，这里来的是一台马车，毁灭冲刺，盯上 driver 一个车轮饼。我们蹲一下。两边的方针好像也都蛮明确的，一边是筑中宝典，另外一边是搞爆上路。一炮没轰中，但是烧六等了，直接硬撞。然后奶哥这时候过来，但没有有机会配合上吗？直接一个毁灭冲刺，交出了一个闪现，但目标当场起死，打打的马蹄。因为这个就是专队想要打下半部，那你上路就不能给机会啊！哇，这也是直接蹲到哎、欸，原地深渊，潜航直接飞起来啊！然后就没关系，你就自己插吧。那口哈拉就掉到近距离手里剑狂丢，飞轮海。已经直接 A 到两层，然后往前夹子是夹到了 Atlan 了、欸。来看一下，直接交了一个大招，想要回血，但最后 Atlan 了还是换掉了。不过这边是打出了一个一换一的团战，他的视野是还没有铺路的吗？闪绑绑住了 Uni Boy， 再顶回来，各种的一个控制，再加上一个毁灭的冲刺，捡了一个闪现，想走但闪现撞墙了。那这样子的话 ，Uni Boy 还能够走吗？但是断了，开到开车开到哪里去了？没有，他被空月断了。哇，这里直接被空月一脚踢下车，摔到，然后往前一碎，再拉了一个星回百转虎啸龙吟，哪个这边惨死在 Uni Boy 的普攻之下？侧边冲出来，直接把雷子给断了。我来看一下，闪绑已经接得很漂亮，顶回去这边是射到人马嘛，然后开大捡了闪现，想要往后这边过来，中山开车，得被踹走啊！哎、欸，你给我下去，你给我下来，我有塔闪啊！然后之后反正是 Uni Boy 加了跑速之后开始一顿操作啊，还顺便升级了，然后回头睡，睡完之后啊走，想要普攻啊，普攻不到，回升的一个 Q 加李星哦 ，Q 从你后面来。这两个人的搭中野推线之后，往另外一边给压力。JT 的风格比较像是我中野推线之后直接进去野区找打团。哦，这里又想看想睡人马没睡到，往前一顶加上的是毁灭冲刺，还有打打马蹄，直接一套秒杀了 Uni Boy。这波感觉是完全抓到 Uni Boy 的。现在 Rest 他就是一个逛大街模式 ，poke 时间。哦，睡到了，晚上好，现在是 poke 时间，开打。哦，这次有了半血，丢了个夹子。Rest 现在赶紧喝水。那卡住了这个中路的窄口之后，要来直接吃火龙了。但 Gemini 看起来是一已决，想要直接开着坦克骑，但发现好像不太行，赶紧再往后冲。这里直接闪现出一个撞，是直接被小兵给躲开，然后一个超威能死亡弧线 ，Rest 被套上一个僵尸模式。但最终的话还是被 JT 给全员击杀。这边虽然说大招控制到很多人，但接着是 JT 开始继续的进攻。东山想要开车，能够走掉吗？走掉了两名成员。哇，但是这一波职业选手都该躲掉。小 K， 特别是 Carry 位都该躲掉。机超物流，正面时候大后两个闪，啊两个闪直接躲掉，完美拉倒位，而且是侧边 driver 已经是一直在压这个 CFO 后排的人员，一直在压，啊这边能庆幸啊，再来救护车有再多两个人吗？对，不过就算 R 的距离已经够了，但石头人会用闪现 R 来让那个反应时间变短。这个位置是好的。我先来看一下 CFO 想撞吗？哇，但是那边有个眼睛啊！这里直接开大过来，波斯大到了三个人。Rest 是高速的往前，恩硕先把人给吞走，然后侧边的话，小兵开始拉打，但坦克机被留住了。这里往前小踢，哎，这边是踢到了好多人。李信这波一波的进场是直接打出了一波 AOE， 然后虽然说石头人往前撞，但小兵已经开始输出了。追听这边是打出了一波四换零团战。哇 ，Driver 这波这一炮跟空月直接串后排。哇，只剩下 Koala 一个人，但是遭到众人暴打，追听打出了一波 Ace。把小兵吞了，那来了，第一视角他大到三个人，是李星的啊，李星过来，他盯着后排，这边先有一炮进来，这边神圣魔印加上那个那一炮，然后李星踹，哎呦，串招，哇，前面 Uni Boy 也有先睡到，所以这个伤害是爆表的，然后接着再飞回去打了一个斩杀，这波空月的第一视角
让大家欣赏一下那个多名的串烧。打起来了吗？好痛！这里想抓人，一炮是打在了东山的身上，但 Driver 是反向绕跑。这什么夹心饼干？在一个超威能死亡火箭，李信要来了呢。李信摸眼过来，反而是 CFO 陷入一个被夹的局面。再一炮 Q 一，这边直接一个 Q 一打到 Jumman 的身上，往前一撞，但是直接被 N 柱给吞走。那现在的话是小 B 的一个输出时间 ，Uniboy 直接拉起了星辉白转，虽然说打到了很多人，但 Uniboy 已经拿下了一个 double。侧面的话继续的输出，这边是中野直接全灭了 CFO 的所有成员。坦肯吉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你正面撞，在你撞到之前就把小 B 喊起来，我就看你要怎么动小 B。他就是什么 rest， 你撞啊，你撞你，看你是你的石头音还是我的嘴巴会喊啊？哦，那肯定是，那肯定他更加会喊呐、啊，太强了！我这边大喊一波之后，就会听到直接通到门亚塔前面了。而且刚刚那一波是，等下这波是有机会狙狙的吗？狙啦，已经狙啦，结束啦。哇！一波直接带倒了 JTeam， 在26分钟打了一波团战胜利之后，是拿下了这场比赛。